舰队与星盖茨堡的地面部队失去了联系。米茨将军下令让塔桑尼斯星系的可哈舰队立即撤离。星灵和异虫部队一直在塔桑尼斯的中心大陆上交战，接受到通讯来电。真不敢相信他真把他给丢下了。我要走了，你最好跟我一起。天知道阿克托尔斯下次会把谁给卖了。接收到传输信号，接收到通讯来电。先生们，你们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请记住，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帝国的种子已经播下，如果我们想要收……去你的吧！我犯了一个大错，为了走到这一步，我已经牺牲了太多，我不会让任何人阻挠我的。比如你牺牲了 Kerrigan 吗？你会后悔的。你似乎还不明白现在的状况。没人能阻拦我，联邦不能，星灵不能，任何人都不能。你看着吧，我会统治这片星区，或者看它化作一片焦土。如果你企图阻拦我，舰队已经准备就绪了，指挥官，等候你的指示。该死的，我们走吧。看来杜克将军已经成功地激活了塔桑尼斯的主防御武器离子炮。如果我们想要逃跑，就必须将离子炮摧毁。好吧，指挥官，看来我们得自己干了。真有意思，似乎昨天阿克托尔斯还是个有理想的反叛者，而今天他就变成了法律，我们倒成了罪犯。而最让我痛心的是，我们成了助纣为虐的人。该死的，我真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命令已收到。SCP 准备就绪，长官，任务完成。有命令吗，长官？
建筑完成。温度吗？任务完成。什么事，长官？有命令吗，长官？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什么事？点火。是，长官。快点，任务完成，任务完成。报道。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什么事，长官？准备出动。SCV 准备就绪，长官。晶体矿不足。是，长官。晶体矿不足。没问题，任务完成。什么事，长官？命令已收到，收到，收到。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准备出动。报道。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等等，有命令吗，长官？晶体矿不足。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完成完毕。准备就绪，随时出发。待命中。什么事，长官？晶体矿不足。收到，任务完成。收到。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有命令吗，长官？准备就绪，任务完成。什么事，长官？收到，收到。待命中。是，长官。在遭受攻击。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请下令，长官。很乐意这么做，长官。点火。待命中。指明目标。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快点。正在遭受攻击。正在进行。请下令，长官。很乐意这么做，长官。请下令，长官。待命中。炮火轰鸣。指明目标。遭受攻击。准备就绪，随时出发。正在进行。正在遭受攻击。没问题。快点。没问题。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请下令，长官。
准备出招。看着我的厉害吗，小子？请下令，长官。是长官，指明目标。待命中。请下令，长官。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指明目标。快点。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请下令，长官。是长官。请下令，长官。指明目标。任务完成。快点。想尝尝我的厉害吗，小子？我想干点什么。目的地是。指明目标。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
准备出动。请下令，长官，正在进行。侦测到载体的聚变轨迹。长官，任务完成。
尽做完成。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是长官，请下令，长官。命令准备就绪，长官。说吧，总部。请下令，长官，快点。目的地是……没问题。快点。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系统运转正常。我在听。通讯器就位。目的地是，我在听。目的地是，指明目标，快点。格利亚已启动，格利亚已启动。通讯器就位，导航通讯已启动。说吧，总部，我在听。目的地是，清场开港。我在听。格利亚已启动。
六，准备出动。系统运转正常。指明目标。说吧，总部。频道已打开。请下令，长官。准备出动。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格利亚已启动。格利亚已启动。说吧，总部，我在听。明白了。目的地是。准备出动。指明目标。正在进行。输入坐标。我在听。准备出动。指明目标。快点。没问题。说吧，总部。有命令吗，长官？启动。命令已收到。有命令吗，长官？收到。我想干点什么，出色无比。通讯急救位。说吧，总部。输入坐标，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通讯急救位，格利亚已启动。我在听。完成。请求抬抗。说吧，总部。任务完成。输入坐标，我在听。目的地是，收到。请下令，长官。请讲，太康。我在听，正在运输，总部。格利亚已启动。格利亚已启动，通讯急救位，确认。指挥官，说吧，总部，目的地是。频道已打开。输入坐标。频道已打开。我在听，输入坐标。说吧，总部，目的地是。准备就绪，随时出发。频道已打开。通讯急救位，输入坐标。格利亚已启动，频道已打开。我在听。请讲。目的地是。我在听。准备出动。目的地是。输入坐标。我在听。请下令，长官。我在听。目的地是。输入坐标。格利亚已启动。系统运转正常。输入坐标。目的地是。说吧，总部。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小伙子们。预定轨道，一切正常。格利亚已启动。目的地是。我在听。预定轨道，一切正常。系好安全带。请下令，长官。这回是。我在听。系好安全带。说吧，总部。收到。目的地是。坐稳了，前方有气流。请下令，长官。我在听。
标。频道已打开，请下次台上。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格里亚已启动，格里亚已启动。请下令，长官，快点。频道已打开。我在听。Fellow Terrans, I come to you in the wake of recent events to issue a call to reason. Let no human deny the perils of our time. While we battle one another, divided by the petty strife of our common history, the tide of a greater conflict is turning against us, threatening to destroy all t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It is time for us as nations and as individuals to set aside our long-standing feuds and unite. The tides of an unwinnable war are upon us, and we must seek refuge upon higher ground lest we be swept away by the flood. The Confederacy is no more. Whatever semblance of unity and protection it once provided is a phantom, a memory. With our enemies left unchecked, who will you turn to for protection? The devastation wrought by the alien invaders is self-evident. We have seen our homes and communities destroyed by the calculated blows of the Protoss. We have seen firsthand 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consumed by the nightmarish Zerg. Unprecedented and unimaginable though they may be, these are the signs of our time. The time has come, my fellow Terrans, to rally to a new banner.Lies strength. Already many of the dissident factions have joined us. Out of the many, we shall forge an indivisible whole, capitulating only to a single throne. And from that throne, I shall watch over you. From this day forward, let no human make war upon any other human. Let no Terran agency conspire against this new beginning. And let no man consort with alien powers. And to all the enemies of humanity, seek not to bar our way. For we shall win through, no matter the cost.